在台中市的第五市场，有番下在卖年菜，到今已经卖十二年啊，拢是小个大碗。今年受到物价影响，十出菜是起价千四块，虽然是起价，不过外边种也是感觉算会好，也是真抢吃。也那有袂少来坐菜市的民众嘛讲，在过年之前物件有加较贵，平均差不多是贵两成。各种菜色摆到满满，年节一定爱食的菜色是拢总有。暗时就要来围炉啊！这间单位头前摆了长长的蒸笼，就是看准这年菜之台，你价钱嘛真实惠。物价就跟着上涨啊！哎呀，按能接受就买啊！我是觉得可以接受了。台中市的第五市场，第二前上尾啊一个营业日，同款是蒸笼满满。以前摊商主打100块的年菜。在物价一直起的这个时阵，吸引了不少民众来这采购，也才表示物价和营业成本增加不少，毛价少不得不小看来调整。一套十项菜，价少起价1400块。啊，原则上，咱家己拢尽量家己吸收啦吼。啊，因为真济食材是咱家己生产的吼，啊，人员是真济吼，真占一半以上是咱家己的人。民众嘛，把握上尾个时间，尽量来出门采购。不管是食肆大，或者是其他食材单位，拢一满采购的民众。不过嘛，趁年年前加上原物料起价，价少起了真有感。但年菜就会啦，但还是会买啊，因为一年就一次这样子。我拢无啥去，拢唔敢去啊。遐生意经济也无介好，搁去啊，大家都拢许啊。民众讲物价大约起了两成左右，李师傅表示，春节之前蔬菜供应拢真充足，价少相对较平稳。水果甲肉品是有小可来起价，卖继续针对着市价来查查物价，希望尽量来维持物价合理性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